上的。这啥呀？菌子吗？对呀、啊。你买的吗？这是我和奶奶上山采摘的，今天赶集卖的，还剩点，做给你吃。哇，谢谢你，早知道我喜欢吃啊。你不是你卖菌子吗？卖了多少钱啊？卖了100多一点。才100多？那我悄悄跟你说啊，怎么了？我给奶奶买了一双鞋，其他都用完了。哦，刚好就买了一双鞋，给你点个赞，太孝顺了。鸡蛋炒啥呀？鸡蛋炒辣椒啊。哦，青椒是吧？嗯。快点吃，你等我干嘛呢？哎呀，这不是只是应采没来吗？哎呀，我都要吃了，赶紧吃。吃吃，哎，对了，这个奶奶吃，奶奶我把这个肉啊给你们移过来，移到这里。哎，奶奶你吃，你也吃，你别客气。你不是喜欢吃皮蛋吗？你把那个青菜给我，来把这青菜递给我啊。把这个放在你这儿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尝一下，尝一下。行，好好，谢谢。